Claire, would you like to？ 犀牛，注意犀牛！哇哦，小雨，犀牛好痛！犀牛好痛！你们这边也太刺激了吧？不是，那犀牛要不要来玩一下？犀牛是吃肉的，快弄完了。犀牛是杂食的吧？嗯。哎，我再下马看看。哎，下马。哎，一只马帅。好像没事。我帮你们看。我刚刚进他，我只能一个人交易。对。他是卖一堆我看不懂的东西啦，我那么多钱跟他买东西啊，一块钱都没有。这游戏有钱啊？对啊，他是用钱买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要钱哦。他就是要一物一物啊，你要跟他卖他东西换钱。我们这个石头很珍贵，这石头是传家宝。对啊，我们从别座岛带来的哎。你不考虑一下吗？过水的哦，过水的哦。白痴，我身上所有东西都只卖一块钱。嗯，有啊，只有那个弄过的布一个可以卖七块，其他都全部都是一块。我一直对这游戏的铲子很不知道怎么讲，无法理解吗？是啊，一下是铺平，一下是往下挖。我刚刚动，我看过来，猎犬会咬人。臭鼬也会咬人，猎犬会咬人。臭鼬啊！我看到马了，要虚我。能够喂东西补他血吗？可以，我有玉米。为什么 NPC 变成一只猎狗啊？被咬了？被杀了吗？被杀了，被杀了。啊 ！NPC 被杀了。真假的？还是说他有牌子吗？说他……哦，这边好多羽毛剑哦。嗯，没有，我看 NPC 还在，还是不是？我们不同的，不同的吗？不同。对，不同的。欸，是鬣蜥耶，晒太阳鬣蜥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好可爱！等下把你引到妈妈旁边，就妈妈跑咬你。妈妈直接咬死你！哎，对，还有那个，我看到臭鼬了，臭鼬也会咬人。我刚讲了，臭鼬有，刚刚环境有这样。他直接下来，直接惊叹号就咬我了。怎么办？对，印第安人。我来了，好，在哪里啊？海边吗？我会砍人，会砍人！这，印第安人，对不起！哇，你的反应在哪里？好真诚，在哪？我在海边，在海边，好，海边，我们是另外一边吧？这个兔子好可爱哦，开回家，好想看回家。哪里狗嘞？小爸爸哎，我看到洞了，先弄一波。哪里有洞？仙人掌哎，臭鼬，螃蟹。哎，我记得仙人掌是不是可以做东西？这个做吃的，喝的，吃的也有，在哪里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好可爱！欢哦，一样的，欢呐！你说那个叫声是欢吗？那个很像臭鼬的，我还没看到哎。你就看到地上会有个黑白的东西，好，我看看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繁星，你看，哦，跳上来了，触手哎。我刚刚有捡啊，他不知道什么果实哎，我就捡起来了。你说紫紫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啊，知道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那个直接捡起来了哎。Blooming Magic Bush， 像什么魔法的灌木丛。Magic， 哦 ，Magic， 上满了吗 ？Magic， 啊！等一下，笨狗。你让，好丢脸，不要，好丢脸啊，小笨狗，小笨狗，小笨狗从远地方跑过来咬我一口，哇，凶，好拍，凶逼逼，哦，我看到了，那这是狗王吗？狗王在哪？狗王，狗王，不是，没有，那是马啦，那是马，晋升狗王，哇塞，很猛哦。有看到了，在前面啊！他们说印第安的前面，前面在哪里？海边吗？对，你沿着海走看得到。对，看到一个帐，他有一个那个雕像在那边。哦，他蛮大一个帐篷的。哎呦，我捡个羽毛。等下我身上丢一些东西，我身上好多杂物啊，这是没用，丢掉。火把留一根草。铲子上去是不是就要铁啦、啊？对，好像是。对，石铲带着铁就铁铲。哦， oh. 我们要想办法先找到铁才行。对。
谁的凉血啊？为什么身上有个人的凉血？应该是我的凉血。你怎么什么都有、啊？看到奇怪的衣服都是我的，不好意思，都是你做的，是不是？我找铁，我找铁了，在洞窟里面。洞窟里面。对。找铁了。洞窟在我们刚刚那个找到那个 NPC 附近。NPC 那我们怎么走啊？NPC 附近的往内陆走，会有一个会看到一个那个什么。内陆仙人掌，仙人掌内陆，好，往内地走是吧？对，内地走是吧？好的，不要往中立走，往内地。烦哦！这怎么看起来像一个村庄还是什么？你说哪？刚刚那印第安吗？印第安，你可以下马看看，会打你就是同一个村庄。好，我找到一个营地，然后这里好多食物哦，好棒哦！它里面好多床哦，而且是各种颜色，好像把它拿走。没有啊，不是这里啊。我们已经绕回来了、欸。诶、欸，帮我去原点带你们过来。好像是这个诶、欸，它看起来呆着不善，感觉我一下去就走了。我博士看看。啊，他走了！救命啊！拿斧头那个。对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好好好。好痛啊！这里。好坏哦！我不捡，为什么？你还在研究铲子啊？这里有个图腾，踩到底下啦，都不会铲起来。那个就是我说很多食物的，很多食物在那边，然后一烟在前面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对，我刚才说他。对对对，印第安在前面。哎，反正刚刚我们其实在旁边而已。对啊，我刚刚绕了半圈呢。我刚刚绕左边绕了一大圈。我们刚刚在这里，时钟从十二点绕到两点钟方向、欸，前面还有一个啊，然后里面没有。要干他吗？他是妹子、欸，前面那一个里面空了。对啊，可是我刚刚不敢下来，因为旁边有一只那个猎狗。就是想说奇怪，怎么变猎狗在里面？对啊，里面帐篷一个狗头，里面都是狗。有啊，超可爱的。他在这里看到了。可以偷偷看。可爱哦，他咬人吗？困住了，头痛。它里面有鞋子哎。可是有一个，我想去。哎，金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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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可是处理掉这只。可以慢慢把它引走了，可以慢慢把它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多哦。可以吧？我试试看，我试试。完了。没事，注意你的血量，注意你的血量。好，我剩两个。哎，我又中了洞，我可以站在马上。没有，我坐在马上。洞真的是。Hello， 这里，快上去，快上去，没有。还有这里，这里 ，Hello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是在 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他要咬你了，咬你。啊，我晕了，我上去了，上去。我剩两颗星，我不能再下去了，危险。里面那只没出来啊。里面那只是不会出来啊，它旁边还有一只，不是，它又绕回来了啦，它在巡逻、喔，它是会在固定的地方巡逻啊。阿基，你被咬了，阿基，啊，繁星，小心！我真的觉得我这一块沙子真是不能让阿基看到之类的，阿基不会回去了啦，他不会回去，他不会回去，没事，他会定居在这座岛。嗯。我吃点东西。不知道这个沙子真的是太难控制了。小雨快！等一下，我的包包太满了，我要丢一点东西掉。这里。哎呀！先我下去。哎，里面那只要冲出来了啦！要修哦。他没有卡住，好像冲了。啊！我不要躺上去！哎，我离不开这个床了。你只要狗狗回去了，这个画面就是献祭有没有？躺在祭品上面。你为什么在里面睡觉啦？不是，我想要捡东西。哎，你打他，可以把他打爆。那其实就小雨冬天的样子啊，躺在床上不想下来。我不敢离开了，我怕他咬我。他在那边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赶快出来！你赶快出来！我在捡东西，我在捡东西，快偷！有了，杰克是你的玻璃啦！包包满了，包包满了。我想，哎，这个不吸会咬人吧？吸不会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哎，做一个什么的？哎，狼来了，过来了。旁边有只狼。一个十字架跟两个，里面很多衣服啦，拿不完啦。二乘四乘一。
门锁是钩子，快点！我在帮你把风，快点！你多穿一点。我在拿的。两个吗？把自己穿的跟米其林一样。哎呦，他有枪哦！他走到门口，他走到门口，我看到。啊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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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狗没看到，它瞎掉了。啊！这床可不可以拿起来？好像差不多了。好，我拿差不多，我拿差不多。哇！最后你穿的好潮哦！哇！翘掉了。哇！狗嘞，马嘞。马在，我操！完蛋了！马在帐篷后面呢。等下，小雨会重生在旁边。哎，等下我会在旁边醒来吗？啊，对，我会在那个床醒来吧？你试试看，我应该不会飞去上一个岛吧？我飞去上一个岛了啊！没有那个啦，没度过白天。哟，要不要睡过一下？救命啊！你要怎么来啊？我你那边没甘蔗哎、欸，你是游泳的哎、欸！救命啊！有树啊，有树啊！你是坐船吗？你要坐船吗？对啊。他在第二，我帮你坐，我帮你坐，我帮你坐。没有，我在第二座岛啊。小雨，你把那个床拆掉，然后去死。真的吗？他不是说那个进入点就回到那个第一座岛？哦，会回去第一个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打错，没关系是什么意思？就我现在在做东西了。哦。啊好。哦哟，真的是好刺激哦！哎、欸，那你别捡我尸体，我尸体有很多衣服哎、欸。他的手撕不敢不敢捡，不敢捡，不敢捡。想干嘛？想找人陪你啊？我跟你一起坐船呢、欸。那一只狗在手撕啊！哦哟，真是的。是走掉，是走掉。那么快点捡，快点！可以捡了，可以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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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有很多件衣服，还有枪。那边只有你哦。我跟哈基在一边哦，好好好，我先捡了一些，我然后再坐上嘛。好、欸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哎，你砍东西这都不讲的、欸，我、哦、还有枪、欸，没有，我只想把那桶打掉。欸、这是帽子哎、欸，我的马在干嘛？我这马怎么跑掉？啊、他丢搞他干嘛？我踢笑，这样是做错东西，我做到黑魔了啦，然后才不能动。说谁的马？要修我要晚上。要修。完了完了。受不了了。有点多，有点多东西。可是锯子要有那个铁。那好了。这个草太多了啦，不要草啦。等一下，没事，我在挖铁。我挖了快400。哦，太多了吧。啊，钓竿不用，钓竿扔掉了，斧头什么的我有了啦，丢掉了。嗯哼，那没了，那没了。不要，小雨的东西还没捡完呐、啊。我知道太多东西了啦。这个不要了啦，都掉了掉。生肉啊，生肉不用了啦，丢掉了。我觉得我的衣，我的衣物被讲的一文不值。不是啊，那是在我身上的东西啊。现在想该怎么办呢、啊？补泥土啊，补泥土上去。哎、欸，不是的，然后这样铲子铲一下。小笨狗，你不要手撕，小笨狗。啊、这里刚好，等一下发现我们这边有床可以睡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要天黑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走回去睡。明天早上再过去。好。其他人都有床吗？我还没有床，我还在捡东西啊。那即刻做个床。我等一下在洞窟里面睡觉了。哦，我看到哈基，你们在那边吗？我过去。这里只有两个。哎、欸，换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那只獾呐，等一下有一只獾呐。躺在床上会摇吗？不会吧？对，被拆掉了。好像不会，我刚刚在里面躺在床上，它也没有摇。你，哎、欸，你们都躺了吗？啊我躺了，我还没，还没，你们还没，好好，那我继续作业。超欢！哎，我身上有土啊，我刚。我躺床了，躺床了，啊，躺床了。摇呗，不行，不能躺，先上床，先上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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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消沉混子。好，别跑掉了。那只欢，那只欢，放心，放心，不敢啦，不是说啊，我跑。躺床。那只獾咬人很痛吗？不半颗星还好，一颗半颗。半颗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我们的床旁边有獾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。奇獾。等一下，他说我太饿，我要吃东西。欸、我也饿了。哦，我有香蕉。萤火这里有那个爆米花。他走，獾走了，獾走了。啊，可以睡了。等一下，我做个床。
欸，另外一只，他们交接了，他们交接了，交接了，交接，真的，换了值班，换了值班，换了一只过来了，快点，有了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音乐要牺牲了，睡，音乐要牺牲了，音乐要牺牲了，剩两个，剩两个，音乐，不能左键，睡，音乐醒了，音乐醒了，完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的马嘞，我的马嘞。我真的，换我了！转移了，转移了！等一下，他说我肚子饿，我吃个东西，我吃个东西。哎呦，把那只獾打死啊！我的啦！死了，死了，打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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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死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！气死了！气死！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睡到了，赞哦！哇啊！怎么睡一天的？有人调到一天哦。抱歉，好像是我刚选错了。再睡一天。等我肚子饿，不好意思。饿到不能睡，等一下。对啊，饿到不能睡，睡一天啊。是什么？哎，我还可以睡，我还可以。我饿到不能睡，吃个东西。吃个东西。萤火有爆米花。好。会的对。现在萤火不见了。哦，你们没有烤好的爆米花，我拿一个。那我吃香蕉，可以烤香蕉吗？不知道，可以变成烤水果。banana。那我可以睡了，吃饱了。香蕉好吃，吃饱睡饱吃，吃饱睡睡饱吃。吃个，吃不饱哎，这香蕉吃不饱哎。香蕉就是没有煮过的很难饱。我吃了六条了哎。好的，打胃王哎，直接吃一串呢。不会再一天了不？不会再一天了吧？有了。好，起来。换，又是换，打，等一下，武器，先拿下武器。哈基桑，哈基桑音乐巴掌，我看到了。找到了，这是打的是对。Dirt， 哈基，我手上有这个，这是我的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我拿枪，我拿枪，好枪！有，我刚拿出来的。哈基，我赌他没有子弹，不用怕。对，我没有子弹，只有枪而已。哎耶！产品，我要再去捡小雨的东西，小雨东西还没捡完。哼，这可以吃了。我要准备要过去了，我就找了一批新的嘛。我这边在下雨啊！我的天哪！我要丢一些东西在这里，这里感觉比较安全一些。这里要蹦一声。不，你只看这边木头往下陷是软上吗？那不用理他了，那个算了。那软上？那本来不是那样。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看的啦。这香蕉吃起来声音跟小黄瓜一样啊。这个没有防御力耶，这么清脆，很脆，好脆的声音哦。这个皮和鞋没有防御力耶，真的？对啊，它没有显示防御力啊。这个皮裤子、牛仔裤也没有显示防御力。外观吗？还是它是时装？不利用好了，感觉是时装。盖完了，盖完了。耶！我掉进洞里了。你又掉洞，那边洞那个洞真的是。算谁挖的？谁挖的？谁挖的啊？真是哦！真是挖完就逃离现场了。真是哦！谁挖的哦？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我看一下。要做箱子啊？铁对啊！杰克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十字要放，少一个十字哦，少一个。有熔炉之类的吗？有 ，workstation 哦。有熔炉，然后还有精炼厂一大堆。哦，那粘土是铅笔吗 ？Pencil， yeah， 我来了。要画设计图啊，我有看到。这个丢掉就不一样。哎呦，我开始漫长，我是滑到就要下班了啊！天哪！丢掉，这个丢掉。看一下啊，不是我的吗？我的妈嘞 ！OK， 好，是你吗？哎呦，小雨的东西我差不多捡完了。好啊，是工具。你帮我收拾差不多了。哎呦，我做了东西收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。呵，我的火把扶在办公中。
把一些有用的东西留下就好了。哦，妈妈，你在这里啊，妈妈。叮！啊，这是安全，这是帽子哦。是啊，我拿来吃的时候，我刚刚以为那是椰子。吃帽子。我刚刚以为那是椰子。你是小雨的那个吗？我的帽子。Yeah。丢掉。T 恤还哦贝壳啊。这里吗？有了有了，最后一个玻璃。Yeah。哎，开门。那时候自己开。这里。海胆好像可以吃，也可以弄成针。有了。赞哦、喔！冰与火龙很久以前就完结了啦，不完结好一阵子，才完结多久、啊？哇！完结了！哇！一二三，哇哇哇！哎、我的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擦一下。哇！哇！海胆不能远啊，这是蚕子，蚕子包盖了一堆，对对，拿了一堆很奇怪的东西。我把靠，对，海胆要哦，要拿小刀弄它。嗯，一哦，可能是没有弓箭啊，现在往哪里玩？我到底挖了多少个？哪里啊？我地上啊？哪里有铁啊？几百多个了，杰瑞在挖。我其实是缺见识啊。洞窟里面，你在海边结尾出来，你有得做吗？哦，没有，不记得是不是？好，我要。我只有三发。洞窟在哪里啊？看一下，至少我们刚刚那个 NPC 没东西。对的，那个往内陆有一个洞。我不掉去。有洞。哎呀，你说在海单独一个 NPC 的地方吗？对，我们刚刚遇到那个 NPC 那边，不会打人的那一个。对对对，不会打人。不会打不会打的那个，所以他是在 ATM 更久以前就结束了啦，到底有没有在看直播、啊？超都超久，天哪！他其实就是想要你回他啦，嘿，不要不同人问的啦，哦，不同人问的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怎么我那个宝可梦模组还不要玩？气死我！小雨宝可梦模组，你们弃坑了吗？什么时候才会玩完？哎、欸，小雨，你们的那个撕破脸了更远，超久，天哪！你们 PTYN 呢 ？PTYN 呢？救命啊！这太久了啦！王思考他还会团拍吗？还会交换礼物吗？啊、好久了，好久。救嘞！对，要不然交换礼物。五五六六，感觉可以来玩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哪里呀、啊？我真的没看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打门哦。你打门啊？哦，你要看会不会射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想说会不会射进那个洞里。啊、哦，看一下。去了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哎、会哎、可是门刚刚也有坏掉。是射进去了吗？这是什么、啊？有啊，射进去啊！没错，小心小心！不要你自己进来看，我不粘土，它是粘土，它是粘土，要捡吧？要吗？你看，我的好大！有粘土，你有十五个可以做熔炉。对，有守卫，粘土有守卫，它卡在上面。我知道，粘土有守卫。这个怎么跟？它叫什么？我死了死了！右键吧？这个右键不能，还是我做错？马回来，马，我需要你。粘土，粘土，粘土，我捡了，粘土，我捡了，你赶紧接上嘛！好好好。哎，我闪一下，闪一下，我快饿死了，是不是？你再饿了，你再饿了。哎，我的血量，我薄到只剩一个一像素哎。一像素，一像素，一滴，就真的是一滴。你们现在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我刚才好像看到你，对不对？我在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回来刚刚地方？在印第安人那边。这边。哦，有。这里满血吗？你们有东西吃吗？我快饿死了。有三颗爆米花，有爆米花。不要乱吃。好。他记这个。脚边哦，脚边丢下来爆米花。他记这个，我马屁股后面那个粘土。马屁。哦，是这个。回来了。食物那边地板这边那个，我也需要吃一点。火里面有吗？哎，哦，这好像挖很快。那个掉地板上的啦，那个掉三秒可以捡来吃的。哪里？这边这爆米花这边。
啊，他有盒子装着、啊。不是我身上，不用。抱歉。嗯，来做熔炉。月豚，你去看我挖沙子那边。好。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柱子。超级凹凸不平。因为铲子有时候就是一下往下挖，一下又往上。嗯。有了，有了，我吃饱了。那个铲子是看你站那个高在哪里，它会往哪一个铺平。这样感觉用铲子这个就快啊，神奇。对啊，这个剪比较快，我刚挖一坨啊，挖超久啊、欸。我刚刚该下马，你仇恨之后要这样子哎、欸。木铲挖的快、欸，木铲是铺平的，然后其他是挖哦防怎么防御？扛错啊，嗯，扛错。好吧，我把麦块的、哦、没办法，那个这个不一样，带进来，我赶快。丢掉啊！结果刚死，为了拿他死掉的东西。我是觉得小雨枪枪，你要拿回去吗？现在快死。没关系，没有子弹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了，挖一千多个井。一千多个，太多了。要回去哪里？请问？回去哪？回家。第一个。他们是在二号岛了，我们在一号岛这边。嗯。他们在原本的岛、啊、没有吧？他们在那个，他们在原本的岛。他们还在零号那边、啊。对，对对对。哦、欸，走吗？这要怎么放、啊？哦，他只能放在木上。你按 Q， 不是。然后二那个。对对对，刚才要不要干脆在直接这边烧一烧、啊？擦地板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乱喷。重点是我刚刚我还没找到矿坑在哪里啊？我也找不到啊。对啊，不知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什么？你是爆米花哦？气耶！刚不是很多爆米花吗？不是、啊，马会吃爆米花哦。会啊，会啊，马会故意马吃爆米花。来给你吃，吃快点、啊。哎、欸，马什么都吃、啊。杰瑞，哎，哪里啊？右边，你吃药死。格雷斯，右边。嗯。这个你也吃啊？这里，放什么都吃。我自己做，可以耶。哦，记起来。哦，我在这啊。真的很好笑，一张狼的皮，然后这个、欸。这可以做帽子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。可是要先做那个布出来。里面还有一窟铁，我挖了。我原本那一窟还没挖完，就一千多。这什么啦？哎、在上面贴脸啦！贴脸啊！对啊，这什么一个贴脸？怎么贴脸？陶土这边好像东西可以做，就做出来了。比较暗。哦，你不是最下面那个啦？铁长什么样子啊？不好找，因为你就是要下去看它在地表上的长。最哦，我看到了狼哎、欸！这个很黑，这个很黑，这个。对啊，后面有一只狼哎、欸。我做一个我的床，咦？武器，我就需要个武器，不然遇到那个真的是很恐怖，超恐怖的。你把我挖下去之后，好像基本上也不会过来。我在等着慢慢回血，有回啦，回很慢而已啦，回的不多而已啦，像素回。操！被我丢掉了，操！哦，吓我一跳！嗯，哦，这么铁，哦，杰瑞，你先回去送铁啊。好 ，OK， 嗯，先回去送铁，应该也不用了，时间到了。其实它这一个铁矿的铁蛮多的量，很多啊，我另外一窟还没挖完呢。嗯。哦，想要弄这个看看。旁边有仙人掌，去做衣服。衣服，我去找仙人掌。你没中什么？好，随便乱中啊！我看拿到什么种子就中，就中。你不怕等下树直接捅出去？那看起来英文应该不是树啦。那我就要长一个超大的灌木丛。应该是，那这样我那就十倍啦。青菜啦，青菜啦，我来试试打狗，冲啊！好，狗还蛮好打的啦。哦，是哦，现在都要结束了，可能救我射一下。
啊！我要死了，对不对？我被吸了。好打哎！其实很好打，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怕什么。你们在那个看到会被咬就会怕，有没有？我们在海。哇！你消失了。你，那你的时间应该还好，很近的。超近，超近。哦。好，我没有拿，没有拿到武器。救命啊！不行。扁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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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走打我！你走打我！不要打小雨！不要打小雨！扁他！扁他！啊！我扁他！哇！他死！他死！他死！死死死！你怎么又回去了？是不是？我以为要回去。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我发现这个游戏如果要一起玩的话，不能开 PVP。我要自动下班了，各位。这很容易会到自己人啊。他会自动锁定你附近的人啊，直接往那边砍，这没办法。我的天哪，我又回来。可以直接把玩家状态关掉。我要躺在这里了，我要躺到下班了，我不想起床。不要自信了，这样中树啊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你这歪了，你这歪了，你这歪了。这是如此啊！